桑葚蛋糕、桑葚米果、桑葚面包，每位可口的食品都加入了桑葚，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及纤维，还有花青素，具有抗氧化保健功效。苗栗农改场为了延长桑葚鲜果不易保存的特性，透过加工技术制成果干、果粉，不再只能做成果酱、果汁，用途更广泛。桑葚大家看到它就是紫红色的，所以它是非常多的花青素。那另外还有一个白藜芦醇，花青素对我们的眼睛、对我们的脑，还有我们的抗氧化能力是很强的。那白藜芦醇呢，它主要就是抗氧化，还有对我们调整心血管都很有帮助。那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认为桑葚是21世纪的最保健的水果。那在台湾来讲，就是桑葚它虽然很保健，大家很喜欢，但是你说做果汁、果酱跟果醋，其实它的消费族群相当有限。这也是我们苗栗厂为什么把它做成加工的一个素材。一旦加工成素材，不管是果干或果粉，你要加入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只要你发挥它的创意。在采收的时候，因为它比较熟，所以很容易就造成伤口，造成蚊虫乳感染。这也为什么说我们很少吃到新鲜的一个桑葚，而且你采以后，大概它在室温的保存，你也要当天或第二天就早上吃完了，所以这是很可惜的。那么好的一个东西，那么好一个宝贝，我们不能充分运用，所以这是为什么苗栗厂要把桑葚更让它能够加值运用。预期未来桑葚能用在烘焙、休闲食品、料理、复合性饮品当中，发挥多元化应用的潜力。且果干的糖酸比及风味有明显的提升，水活性低，也不易微生物滋生，密封常温保存即可，更便利且美味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